听说男生只会对喜欢的女生恶作剧，脸大还绑马尾，丑死了，才怪了，真生气了。喂，你干嘛？我在用心想帮你测发型，上面说你适合斩男萝卜头的上直下卷款，直发部分提升面。没有皮筋，用礼物的红绳粘住下巴。帮我把情书递给前面绑马尾的女生。前面没有绑马尾的女生。什么？小废物。其实女生也只接受喜欢的男生对自己恶作剧。